西利语是月亮的意思，月光哈。然后呢，他其实是在讲述他喜欢的这个女生像月亮一样这么的漂亮，就是这么的亮，这样在他的心里都是闪闪发光这样子。所以这首歌也是一首情歌，我们由我们的花莲班带给大家。然后花莲班今天有带来我们的新鲜的花草和头饰，好。